样子。杨毅然，只要我这只手落下，你的妻子儿子就要血溅当场。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他们死在你的眼前吗？今日你若杀我妻儿，来日我一定亲率秦军攻破邯郸，毁你宗庙，你赵氏全族上下一个也休想活，凡天下赵氏之人皆要为我今日死去的妻儿偿命。